你别说这个，是那个，对吧？咱这是因为像谢成哥。点偏差没有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当年那个咱看那录像带那会儿，伍德斯托克呀，最早咱们看那个音乐节的那个1969年第一届嘛，然后到2009，它本身的型号是45纪念款，嗯，对，是这样，然后上面是它那和平歌，这也是电箱吗？原声的，好像是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啊，就是马丁在我心里就没有难听的，就起码抬手都是那个味道。这可以，12，是，到时候什么时候你过生日啊？这一群狗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群狗出的一个纪念版 ，Marty 也不贵啊。对，现在是膨胀，我看着1-2万块钱都觉得不贵。是呀、啊，现在你想一电话都多少钱了？也是。对，关键最大区别，这东西它不更新，它不贬值，嗯，一直就这样。理财倒不至于，反正不贬值。对呀、啊，天天也高兴。哟 ，Taylor Swift， 没没有，你那会儿那个用的应该跟那是一样。这个不一样啊，那是第一代。我那让我盘的巨漂亮，因为使太久了，包出来了。今天跟身上蹭，12年左右我还使过一阵这个 GS Mini， 插的这儿一拾音器，我记得。对，现在它还保留了那个槽儿，还有、哎、还有呢。我看看这个电吉他，哎呦，这品丝这么大，我就喜欢这大品丝。Custom Shop。50，你那个 Black One 应该是细品丝吧？对，应该跟克莱普顿那差不多的。哟，这是 Andy Timmons 吗？对，那我真没弹过这个，弹这个必须得有内曲，对吧？对，地面第二首。我想想，我当年也是卡在那一句上，当时有点听不出来。哦，对，那应该是声八的那个年代，咱们那会儿应该不看人，就是声八。这弦这么秀啊？琴弦呢必须得解释，因为24小时7×24加湿器永远得开着，我们这是销售的时候全换掉的。他这琴是那种风味的，高音有一个芯儿，跟 AZ 一样的这琴头，这是比较新的那款。对，原来那个是不一样的，大尖儿是吧？哎，三个都是双，原来是单单双，对吧？对，现在是三个双，三个小双。哎，这弦秀到我这弹不下去了，不行。太秀了，这就只能是买的时候换了，得特别丝滑才行。Stewart 后来的这个华丽还是那样，神器这个工艺，这个花各方面的应该可以。然后调弦器现在它也各种磁铁，也不用再螺丝呀什么的去上了，细就 OK 了。这有心脏起搏器还用不了。你尝尝这个，这个好，就是能滴到这儿。这个小时候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当年谁不想有一把？现在是这样。你别说这个，是那个，对吧？一般琴还真出不来这个。得碎起来，必须得碎起来。比如说他的琴一弹还真就是那声，是啊，一点都不太差的。对，当然手劲儿，你那手劲儿还是比较足，还是比较对的。这就是当年影响咱们的这位大神。嗯，我头一次弹这花词儿，嗯，感受一下。哎呦，用快了还有点拉手，就是你不能使太大劲儿，他咳你一下。
是吧，真弹不惯，这个感觉特别能感觉。但是那个音色对的，就是那样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哎，跟弹那什么少数民族乐器似的。有点这意思啊，是这意思。他是七十年代的，七十年代琴啊，对，大头子。这琴有点意思，这琴那个饱满程度和那个紧的那个劲儿，哎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哎，你别说，今天试这几个琴，就是一弹就都原版。对，签名好，二来你应该也是都也都磕过，应该是。哎，应该是都磕过，跟我想的完全不是那意思。我以为是特容易呢，结果其实还挺深的，嗯，可能看见了，这波浪还是挺明显的。对，其实不好发力，就是你越发力，你手陷进那槽越快，它阻力越大，全跟你手咯噔咯噔全磕在那儿了。这个你就很熟了，克莱的 CS。那克莱普顿，对，一个他一 Jeff Beck 是22品的。最早你还记着，后来才发现克莱普顿居然是装电池的。这个。对，就有一个增益就顶起来了。他那个过载差那一点也不用推了，就来高增益就完事儿了。Blacky， 你真别说，这个还真不错。我们的大神。那他的要是 Master Build 的，还会有这个东西吗？啊，也有，也有。对，但是他那个是顶死的，就这个也是顶死的，就是这他摇把是用不了的，就这个，嗯，是正好塞了一电池。你要过去想的时候也没有什么 YouTube 什么的，什么。对呀、啊。你不知道他什么声，也确实是你不持币吧。你也没法去那儿试，关键是等你持币子的时候吧，嗯，你就可能过去过了那段，对，过了那段，所以真的是，那、这个确实是也是，就那会儿是有这么一笔吧，对吧？就跟我刚才跟他们聊天时，我说我要是小时候，就比如说我小时候真喜欢470 RG 470、那会儿那买不起，那只能买几十块，逼着我就弹了布鲁斯。对，我还说问你呢，满大街都是君君嘛。嗯，对吧？就你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风格？你军你肯定也军了啊，也军过，对，肯定也军过。你要说不军过，不现实。嗯，对。但是后来突然间就是啊，都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其实到现在，在国内玩这个什么 blues 啊、funky， 特别是 funk， 它是律动。其实原因都在这儿。我喜欢 metal， 后来我就发现那些 metal 乐队，我最喜欢那些就是律动好的。然后我又不是说特愤怒，我想说点家长里短的，或者说爱情。的那些我要想唱出来，那可能就所谓的现在流行音乐，嗯，或者说蓝调啊、R&B 啊、Blues 啊、什么 Soul 啊、什么 Funk 更合适去表达。也有偏摇滚的，但是喜欢倾诉，从小就喜欢听音乐，听了各种各样音乐，多听，反正对搞音乐这事是真没坏处。砸嘛，必须得砸嘛，越砸越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，就跟选琴一样，就是你听得多了之后，选择会宽一点，你大概也会有个预判了。维护琴是最困难的，嗯，内蒙可能比北京还困难，就是太干了。对，咱们这边主要就是干嘛，像我们这儿卖的琴到南方就是干燥剂嘛。而且你说你跟家给它开湿了吧，你架不住出去，嗯，因为其实这琴最怕的是这个湿干这么一变。对，其实最怕这个。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温度嘛。我们现在也建议就是你要能不托运尽量别托运。哎，对了哥，嗯，你这是 SD 的，没拥有过，我想尝尝。普通的 DS 带这个大摇把这个。嗯。这几个都是 Morphe 吗？是两个，嗯，啊，都是 R9 吗？
对，超轻和轻这两个，这是 R 零了，也基本上现在的新琴里边就算到头了呗。对呀、啊。粘一点，顶一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味道，也挺猛的，好像。哎，猛是没问题的，但是粘手这个劲儿上，对，然后你再试试中不溜做旧的这个，啊，是声音也是会有一点区别的。这八磅是吧？按规矩来说是这样的、七八磅，对，真不轻。说实话，这没个好几格演出演一场下来，真够累的。对，好多反应都是这种偏重的，但是这个这是超轻版，这是轻度做旧的，它在重量上也会不一样。是的。像那些个料都是正，还得低，必须还得低，得更低。轻度就已经很旧了，我觉得这小裂纹，对，然后还有重度和超重，是不是？对，当然就看个人的喜好了啊。这个算什么配色啊？就是落日，算是落日。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个是稍微老了一点的鸡蛋，炒老啊。二零的这个，第一你看垫垫重量，跟那就不太一样了，不、哦，对吧？沉点儿，哎，感觉会重一点。那贴面也特别好，没完全没做旧的是吧？对，你可以尝尝，这个声音要华丽一点。开箱这个新的爱彼斯，新的 AZS 对吧？泰利的 AZ 对，三档，这是带一个这个，它不太一样，有点意思。回头我给大家拍看吧。我现在已经不代言爱彼斯的电吉他了啊，所以大家不用质疑这事儿啊，我都说实话啊，过去说的也都是，不蒙人，因为没意义。对，我代言一分钱不给我是吧？所以从没被充值。良心有什么就说什么呢。我觉得就是东西，尤其是这些大品牌，你想想人家几十年的品牌，对吧？做那么大，销售是另一回事儿，但是品牌的东西它没有，尤其是日产的。我觉得爱彼斯就在这点上，就是做东西这点，东西本身的质量设计没有任何毛病。对，挑不出什么太大问题，包括售后也比较。就是你无非就是你喜欢不喜欢，就跟那天聊的，扎的这分到钉子堆里了，那你怎么听他爱彼斯怎么听的呢？对，但是当年那帮人也拿这些琴玩出了那样的音乐呀，多少经典呀！啊，就是吧，多少经典。所以其实乐器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就是玩，能玩出来就是好的。搁你自己最喜欢哪个，或者说哪一把，或者说哪一个系列，各有千秋嘛。你最喜欢哪个？这种东西还真不是单选题。那你更加倾向单线圈还是双线圈？我个人还是喜欢双线圈。那湘琴呢？马丁 Taylor 和 Gibson 这仨。个人声音我更喜欢 Gibson 一点。Gibson。对，就是对我来说比较简单直接一些，就是揉在歌里怎么弹都是对的，就是你怎么录进去那声音都还是可以。然后 Martin 呢，就是能长能短了，弹性有味道了，什么都可以。像这三个就是今天你也都是最难选的了。如果呢这三个让你选呢，你会选什么？只能选一个拿着巡演去。说实话，我今天弹了 Gibson， 我还发现就是如果我是只是一个扫弦的歌手的话，我觉得 Gibson 还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他应该跟乐队里合适。对呀、啊，谁也不抢这个、啊。可以大劲儿弹，也可以小劲儿弹。对，马丁对手上要求太高了，就手上声嘛。对，手上那些细节力度得到位。这个 Taylor 是，说实话，我用的多的还是他便宜的系列，他这些系列啊，我还真有点摸不清他那脾气。音色相对来说现代一点，但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，这就是好玩的地儿嘛，就是每个品牌都有他自己的特点。我能弹着吗？弹，你尝尝这个去。它是每一个都有名儿是吧？对，不是按型号分的，绅士呀、啊。汉地有讲究，有文化。来，再沧桑一个，全是故事系列。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点偏差没有。人家说你是单田芳版的，我没有刻意隐藏，词能记得住这样，故意让你感伤。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，咒骂人生太短，继续相见恨晚，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。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你的拥抱，这个是10000多点儿，是跟红松面板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特无敌的3000多，那个卖完了一会儿过来，全单子，大哥自己这个心血，这个一定是情怀。二来关键它产品力确实也还是可以的，声音也还是不错的。那样，它的肚子都挺大的，对它这个型比较是它的那个特点，对，你可以尝尝它这个小的，哦，像这种的，这是它的那个小架，它里边是一块皮子，哎，就是那个做的真细，你看。初生牛犊嘛，它有很多文化的含义在这上。那歌怎么唱来着？为何你不懂？没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你并不会不同。没有我，不是就这个要一唱就唱一天了。就太多了，就没完了。嗯，90年代开始捋起了就。老乔应该在你心里也有个位置、啊。这个，有，是吧？专辑封面版的。对，专辑封面。银色冲浪的，这个还真不多见哎。对，这签名可能有一点淡了，稍微。是他上次在北京做活动嘛？嗯。还有Fender的相亲呢？有啊。好听吗？你试试Fender的，虽然不贵。哦，还是电箱。哎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关键的一点。哎哎哎！既然爱了，就不后悔。你可以尝尝这个五月的 S 勾版。怎么讲？就是五月天那个。哦。对，可以尝尝。五月天，我看看，我想想会不会啊？大家这个把听到的各种感受随时的弹幕和评论跟我们交流，下期再见，今天就到这儿啊。嗯，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